那天非常不一样。嗯，对，这天也是挺好的。进来，它是一进来就一个餐桌。对，这个哇，这房间很喜欢，给你看采光。嗯，对，灯在。所以你现在有一个，因为是 corner， 所以你旁边的话就是这种对就叫围墙。给你看，其实采光还可以，因为你这一片、嗯、这一片门。对，地板是这样，哇，它有香氛呢，啊，我喜欢这个。如果你有会煮饭的话，这个、哦，我特地换的，我圣地亚哥特地换。哎，这也是两，这个是哦，上面是 microwave， 下面是烤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对我们比较实用，因为我们需要用到两个烤箱。然后这一个我比较喜欢，我特地换了一个。对，不管什么妈妈牌还是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太平洋。我们这边很多台湾妈妈也都换掉了，我的是换太平洋，我就换掉了，所以我就不用换了。这 air fryer， 我刚好在看。哦，我看那个 kitchen， 我看那个图片，我以为是黑色，但还好它不是黑色的。这个为什么单价这么高啊？快2000多，465哎。465，应该更新吧？它跟刚那个新一点而已啊，这个07。2007，你说跟刚刚那一间是不是啊？可是你刚那2016才差一年，那它比较大吧？它这个因为它两层嘛，这个是1940，两层应该更便宜。哪间更便宜啊？两层之内你说单价应该比较便宜哦，所以两层应该要更便宜哦。单价应该要更便宜，这个单价到239，刚刚的一层楼246又比较高，可是因为那个是比较小，所以你就。价钱总价就上面就有差，单价还是刚刚那边比较高，246。你这边的采光好像比刚刚的采光不错，因为它打天窗，对，是不错。对，但是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大小跟格局会很适合美美用。嗯，这个是格局。这是 door number， 这 door 真的是 door， 好漂亮的。哦，有 audio， 好，来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它现在放了一个冰箱，每个人都会。然后它一样就是一个 guest wire， 它一样没有，哎，它有 Audi 的充电桩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还有，哎，他们有这个，我就可以用了。还有软脚器。啊，这个就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 Audi 专用的。No， 它上面是三插头的。对，三插，然后我其实我就不用带，换成 Tesla 就好了。对，这边还有 storage。它有三插头的就可以了，然后也有软水器。三插头的，它就是它其实它就不用再安装了。嗯。OK， 不然我们要把圣地亚哥那个搬下，就是它太远的那个。很简单嘛。也没有，它有附另一个插头，就用这个插就可以了，我不用再拆。对。我那个不用拆。哇，这太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它应该是三插头的吧？我看一下。它是三插头的。应该是三插头的。我上次也看到一个 Tesla。我们家是 Audi 的爱护 e-tron 的，我有个客人也开这一台啊。所以它这个 heater 是怎么样？ OK。water heater OK 啊？为什么不 OK？ OK。water heater 是 gas 瓦斯的，所以 gas 的瓦斯的，它是 water heater gas 热水器是用瓦斯的，所以比较省电。OK。OK， 你说你看哪里的？我看上面的接头。哦。大管子那个就是瓦斯。哦、OK。OK。好，而且这间的格局我也蛮喜欢的。我们去看它主卧在哪里。楼上，他房间应该都在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这个很好。你不会又有那个插头呀？不是，我上次有看到一个 Tesla 的，我也没选呢，我没选呢，我不是因为 Tesla 才选的。啊、嗯、啊。他那个。他也是一对年轻夫妻，两只狗狗哎、欸。可是还有没有啊？这个楼梯你喜欢？嗯，这个因为没有不是地毯，嗯、已经换了。其实刚刚那个地板比较没那么好，比较没那么好看。它是颜色不同啊，可是它们大小都一样。其实价钱最大差别是瓷砖的大小。那个颜色的，那个 quality 好吗 ？Builder 的，那应该是那个颜色的哦。你看二楼也是地毯，可是它是浅灰色，所以感觉比较干净一点。哦，这采光的不错，你看。二楼采光很不错。主卧室在这儿，对嘛？我就说主卧室在，来，我那时候就猜了，主卧室在车。